大家好，我是高达尼，我是瓜地马拉人，今年我20岁。我要朗读的是一棵开花的树，一棵开花的树，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？为着我已在佛前修了500年，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前缘。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，长在你必经的路旁，阳光下盛装的开满了花。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。当你走近，请你细听，那颤抖的也是我等待的热情。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，朋友啊，那不是花瓣，是我凋零的心。谢谢。